玻璃顶虎头山一位原本做飞行线起降地的土地，其中一部分国有林地国产署要求土地新造林，限期内恢复造林。新造林因此进了数十丛，包括萧南在内的树种。想不到最近民众却发现，剩下的树栽差不多已经全数死了了。不但无达到造林绿化的目的，反倒是让原本美丽的风景变得更加歹看。规排的树栽差不多拢出现叶花变黄打死的状况。在这欣赏玻璃盆地景色上好的所在，造林原本应该是绿化环境真好的做法，如今规排打死的树栽却完全破坏了美丽景色。当然观感是比较差啦，但是他既然有心种的话，经办部门看他们是不是有想法改进啦、下次如果能够种的话，是能够进步，能够改善这样而已。没有人在维护吧？随便种的吧？对吧？应该是有其他原因的，我不晓得，对吧？但是我觉得种的人没有人照顾就浪费了。因为国产局要求林地新造林要限期造林，树栽种落以后，原本作为飞行线起降场使用的场地，嘛只好迁徙到一边的私有土地。伫遮做生意的摊商指出，可能无做好管理维护，树栽死亡，草啊嘛愈发愈高，环境无像以前遐尼好。他们没有人在照顾，啊，现在变成这样，其实我觉得有点丑。不太漂亮。我觉得如果他当初种下去之后有好好去照顾的话，应该不至于会变成这样子。其实而且有些人可能也会在那边就是乱丢垃圾什么的，对，然后所以就变成说现在那个地方整个就变成有点已经是荒芜的状态了，反而更丑。对啊，反而更丑了。可能是我们当初在一种下去的时候，那个水分的补给可能会稍微不够一点，因为在山上水不好找了哈，对，所以这方面我们这一次在种的时候，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再加强。啊，可能明天我们就会动工哈，我们今天在准备一些事先的准备，明天就会动工。玻璃顶公所表示，虎头山已经纳入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已经协调一管处，未来会当重新营造这个欣赏美景的场地。针对景观的不雅部分哈，昨天镇长已经协调日月潭风管处哈，希望地理中心被虎头山纳入日管处管理以后，希望能够施作景观平台，然后还给埔里镇民一个观赏的天际线的一个观赏最佳的观赏空间。民众表示，不管是造林也是重新规划休闲环境设施，拢希望维护这个所在环境，留予大家一个上好的休闲旅游空间。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